大家好，我是白天酌情晚上蹦的酌情师王叔叔。这双琴也迎来了它的夏天，今天我们就来做第三次回弹。首先我们还是先把这双琴的毛刺给剔掉。剃掉了毛刺过后，我们对它再次进行通体的打磨。这一次我用到的是180墨的砂纸，同样用水磨的方式。终于给它洗了一个通透的澡啊！接下来我们来做第三次回胎。
OK， 终于这第三次回台也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又是漫长的等待了。好的，我们下次再见。